我倒是觉得顺其自然就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突然想起有人跟我说过一句话，笔虽能绘景，但意由心生。可能是我这段时间太过于执着，这样的心态画不出理想的画来。那你现在放松一些了吗？其实我昨晚还有多久啊？一星期。去哪儿？去海岛再转转吧，说不定就有灵感了。走吧。嗨，我们要去岛上转转，你要一起吗？不去了，我脚疼，你们去吧。我要找公众号，我也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拜拜。走吧。下去了。来，让爸爸抱抱。哎呀，来，直接上来了。厉害呀！还要来吗？还要来吗？小时候，我也喜欢玩那种滑梯。我好像没怎么玩过。啊？那你小时候喜欢玩什么？我家附近没有这样的小公园。好可惜哦。你看那一家三口，真让人羡慕。顾夜白。我好像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你的家人。我啊，好了，走吧，咱去别的地方转转。走吧。差点滑到外太空去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没事吧？想什么呢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我喜欢你。子健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在忙。咱们进去聊吧。今天等我很久了吧？有事情找我？师姐，你还准备瞒我多久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淮安姐，林就是顾夜白吧？啊，子健，你从哪儿听到的传言？这是林的画，这是顾夜白在隋唐考试上的画。师姐应该很清楚，就像每个人的字体都有自己的特点，画画的人也有自己惯用的笔法。
无论是线条、构图、颜色，甚至是下笔的轻重，这些都是不会骗人的。师姐看一下这两张，我不可能猜错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可瞒的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以我对顾野白的了解，他平时对待画画的态度真的不怎么样，而且成绩也不好。这怎么可能会是他？子健，还记得以前我跟你说过的吧？有些人他不显山不露水，但是不代表他没有实力。子健，你是一个很优秀的画家，这一点我从来都不否认。你也没有必要因为顾野白的成功而怀疑你自己，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可能性。很多种可能性，可我偏偏没有想到我会输给他。输得起也是一种成功，你不用太拘泥于这次的结果。这意思，我不仅仅只是输掉了这次比赛，我还输掉了和画廊签约的资格。子健，其实你很优秀，只是为了画廊的发展，这一次，我更倾向于顾夜白而已。